好，一周岁哦。乖乖，他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。梅龙，来，我看一下，你们一喊，他会就会吐舌头。梅龙，大变化吐舌的龙，这一次会做什么呢？OK， 他的手会放他的膝盖前面蹲着。OK， 这一只活到死，他学了四年也只会这样。OK， 好，非常好。后面那一只一直在吐舌头，也没有人要给他吃，非常的落寞，好不好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，就是前面那一位。